今日请坐。大家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很欢喜，今天是大家在这儿结缘。我先来介绍我本人和大家熟悉。我叫做咱在这个PowerPoint所在啦，大家知影我张文言啦，日本话叫做福米希克啦，吼、我是出生在台中丰原过来啊，新光乡啦，伫中部差不多要到二十年啦，过过来都拢伫台北啊，伫台北头二三年啦，过过来走去国外去，我十几年啦，十几年后，过回来伫台南，员工。台中、台北、台南，吼、甲高雄，拢伫即卖现在住伫台南，实际上伫南部我十几年啦，应该拄啊阿扁咧选总统选了转来啦，迄阵啊咧想法讲。咱家己要做总统啊，安尼就爱回来台湾来斗打拼。所以，二修大学，南部二修大学，甲邀请回来伫迄个二修大学管理研究所，甲。会计系伫阿咧做教授，我做甲超龄啊，已经66岁啊，一定爱退休啊。实际上，教授啊，会使互你做甲70岁啦。拄啊，有过一间大学。阁叫我去，第二手我是甲做甲兼系主任啦，甲办这个大学的评鉴啊，办完一切甲办了好势，通过会计系5年免阁评鉴啦，我就离开。来过一间立德大学底下做管理行业院长拄啊足拄好咧，咱民政府成立的时来遮做义工，应该讲从第一届。甲现在，我若伫国内，我拢会来甲大家来探讨一挂问题啦。我本身那是专业人士啦，所谓专业，我是会计这方面的专业，吼、甲现在来讲。因为大家，我看有诶，咱诶同心看起来，我年岁
我有诶袂少啊，可能大家拢咧抱孙啊，哦，伫厝诶，哦，啊，搁有遐大诶热情来伫遮，大家咧共同探讨，我足感谢大家。啊，实际上我若要算咱诶岁，我有七十几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七十二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共同打拼啦。为了咱台湾的目标，啊，一定爱拼落去。所以讲，第一，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这个演习的课程。啊，第二就是感谢大家，搁伫这个时阵啊，大家拢。无咧爱困，拢足认真诶，啊！伫遮咧接受大家来探讨。啊，我现在啦，要甲大家啊共同探讨诶问题啦，是制度诶建立，啊，甲内部诶控制，实际上。这是真重要、真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劳方政府真济代志，因认为讲依法行政，但马政府伊定咧讲挂伫嘴里讲吼、哦，依法行政。啊，是这个法是什么法？足奇怪的，那是去帮到咱啊，算讲本土台湾人的，啊，都有代志。那帮到劳方政府的第二代遐官员。拢会无代志，啊，什么叫做依法？这大家来去探讨伫咧啦。所以讲，这点大家想看卖咧，是安怎？啊，当然有诶咧讲，啊，口水得都安尼讲啊，讲安怎？讲法院是因开诶啊，啊，法院。因开的啊，因是安怎来依法来执法的？啊，这就是一个问题出现。那要照讲，这就是啥？制度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制度的建立啦，吼、哦，因认为什么情形有代志，什么情形无代志？啊，就是爱安尼做，安尼规定。啊，你若违背这个规定，你就是违法。所以，咱现在来讲，咱大家来参加，拢无共所在，有诶是台北州诶，啊，台中州诶，啊，台南州、高雄州，啊，宜化东州诶，即个来参加。啊，咱来参加，咱各州是毋是爱各州爱家己有家己的制度的建立？啊，我哪会安尼讲？我希望各州啊，因为某一个州伊的自然环境，甲伊的各种。的条件拢无一定共款。那台北州，咱会了解讲伊是啥物？哎，台北城嘛，吼、哦。咱讲台北城，咱若要去买物件，甲讲咱本土台湾话，伊有诶啥真正讲毋知要安怎甲你用，啊，有诶啥无啊多好用，啊，实际上。
是安尼，我有甲试过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的想法就是讲，一定爱每一周啊，爱家己定出家己的制度，啊来发展家己的无共款的发展方式，啊，拢爱啥物？有家己各州的特色出来，安尼每一州咱所定出来制度，才会去发挥各州啊，拢无共款。但是咱看到李王政府因所定出来，或者咧办宴会，啊，遐咧办宴会，遐咧爷妈做，遐咧爷妈做，拢是资源浪费。啊，那无安怎？那无法度表现你各州的特色出来。哦，对人咧做，安尼我认为，这个州以后要发展，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大家每州底下咧啊变卦。好、哦，即下咧啊，亚妈祖啊，遐咧亚妈祖啊，这拢是资源浪费。啊，遐咧办宴会，遐咧办宴会。所以讲，这点啊，咱要来上这个课啊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讲，咱回去了后，家己去思考，各州恁家己未来要安怎？走出恁各州的特色，咱每一个家己的环境，咱安怎创造出来，对这各州的靠利益的方面，吼、哦，啊来做。咱本土台湾人，依然，我感觉。迄个时阵做了足好哩。伫本土台湾人依然咧执政的时，东山河世界各阵啊比赛，邀请世界各国拢来，吼、哦、啊办特别。因遐个特色个活动，拢足好哩。诶，啊，到尾啊，国民党执政了后，即拢甲你停止。啊，人啊，以前所建个遮个基础，啊，都甲你消灭。我感觉国民党足恶一个所在，咱。日台共赢的，咱的联谊的会议啊，我才深深感受到讲，咱第七任的总督，伫日本死了后。伊个尸体阁搬来台湾，啊，待伫台北市啊，林森北路，甲即、這个啊南京东路，即、這个角头，伊个亡窑伫迄个所在，遮着去甲你破坏，阁一个伫。燕山饭店出来遐，迄阵啊有一个日本神社，即马去甲你解讲500万人呐、啊，会亡，拢要甲咱台湾的历史甲日本切断，这拢是啥物情形？这都会使讲。咱这个制度的问题啦，制度的问题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因为
因来，因就甲你恁以前好的制度、好的条件拢甲你啊破坏了后，啊，因过来定因的制度来实施。啊，即马咱即马要讲，互大家先了解讲啊，制度是啥物？咱要甲大家探讨啊，制度是啥物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啊依照。哦，工业的来讲啊，就是啊，一定的条件情形下，的政治甲经济文化的方面有系系统的一个啊体制啦。咱会使安尼讲，这是一个啊制度。好啊，制度内底有啥物？有政治的制度。咱政治的制度，咱会使安尼讲。台湾哪会遐乱？大家想看卖，是安怎遐乱？大家有去考虑着无？台湾讲立法院法案通过，因家己会使参详，因的薪水啊，因的啊。财务甲因的各种的优惠，因家己决定举手一个，大家拢通过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咱所讲的，这就是因甲国会就是单一一个国会。啊，咱看啊，英国伊有分国会分两个单位。一个是叫做上院，一个叫做下院。日本那有啊，上院甲下院。上院就是参议院甲众议院。因众议院通过了后，佫送来参议院。通过才算通过，啊无，大家，咱国会，咱若今仔讲占多数，啊讲讲的，啊一个举手就过啊，啊咱大家讲，咱明仔载，咱加发偌济，咱今仔讲举一个例，顶年七月份，讲公务人员加3%啦。迄实在是违法的代志，啊！因讲安尼表决通过，大家公务人员佫加领3%，无照到预算的制度的规定哦，预算制度，伊啊，恁制度伊无要甲你采纳，大家讲讲的举手就来过啊，所以。咱民政府啊，咱国会呐分两部分，啊，咱有参议院啊，甲众议院。咱现在有参议院、众议院这个部分要留咧，咱啊开始执政了后，再来予民间的选举。啊，民间的选举，因才通过了后，才的议案，佮送来甲啊参议院，参议院就是爱叫一挂专家佮来了解了后，要好过唔好过，才来决定。安尼是较妥当。为什么？中华民国在中国打败走到这来，他那个制度是不是很好的？走到这来，当照那个制度来实施。欧洲较先进的国家，美国来讲，
伊那是分两院啊，哦，参议院甲众议院，所以讲，这就是讲啊，咱咧讲叫做啊政治的制度啦，啊，啊，过来讲经济的制度，啊，经济的制度啦，就是咱。定这个制度，咱是属于啊，咱所讲的是要爱社会主义，啊是资本主义，啊这甲经济是相关的啦。吼、哦，啊咱若讲啊，要甲经济来讲，咱现在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。啊，那海洋的国家，咱要定这个啊经济的目标地带，咱早期拢是啥？出口吼、哦，出口导向，吼、哦，咱目标，咱已经散啦，要赚寡外国钱，啊，所以讲咱政府的。啊，经济制度立定的时，拢会考虑到讲，咱是出口啊导向，吼、哦，拢要依照这个出口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出口免纳税，进口爱纳税，哦，这就是定的一个制度啦，吼、哦，经济的发展的方向。的制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遮讲啊，社会主义的制度啊，啥物叫做社会主义的制度？哦，那个共产这方面，大家拢无钱呀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平等啦。实际上，甲现在来讲，社会主义制度啦，慢慢啊。是被啊资本主义的制度啦来取代，是安怎安尼讲？啊，大家拢同款，无迄个拍拼的哦，做啥？假讲诶，大家拢一个月拢领500块，你也领500，我也领500，啊，有诶较起来讲。嗯啊，当领500，啊，大家拢卖做嘛，啊，大家都拢领500。吼、哦，而且就是社会大家平等哦，你也薪水啥物各阶级拢同款。吼、哦，啊，有诶来即摆来讲，即、這个资本主义就是讲，咱基本定一个讲啊，咱基本诶所得偌济。啊，你若较打拼，你会使阁赚较济，啊，阁有私人的啊财产。哦，有诶讲，咱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吼。我本身我也是会计师啦，啊，会计师有当时啊要了解讲，这间公司哪里互咱签诶时啊，有赚钱无赚钱，未来看出来。大家唔知怎样无？大家又看卖，讲这间公司有赚钱无赚钱，为大家看出来。有诶头家讲，我足迄个努力诶，我赚诶钱，伊定了伊要享受哦。这间公司3-5年啊，换一台新车。3-5年啊，换一台新车，有的人拢会安尼做，大部分啦、啊，即大部分的人。啊，咱看讲有赚钱无赚钱，啊，若无赚钱，伊才来甲咱讲；啊，若有赚钱，伊哪会甲咱讲？啊，咱即马甲讲，啊，你都啊有赚钱啊，税加纳一寡，啊，伊就讲啊，我来甲你海讲一摆。大无趁钱，大无趁钱。但是车直直咧换，愈换车愈大台啦。啊，这一定有趁钱嘛？
啊，无你都想要借款的款啊，是啊，啊，你都无咧借款啊，哦，有诶讲要去予银行看，早期啊，较无遐迄个租迄个电脑也未甲遐发达诶时啊，即个租迄个资讯吼，较无遐清楚，啊，即摆是啊足清楚咧，即间公司诶资料拍落去，啊，伊差不多。几粒星的信用度，拢有当时啊，会去查出来，会了解。吼、哦，啊，伊的财产偌济，你若有上次，啊是上啊上过吼，的资料查起来一清二楚，所以这话拢袂骗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讲啊，制度咱公益的来讲，啊，若有这个做啊。较迄个咱讲啊，狭义的意思啦，就是讲你来讲，就是讲咱定出来这个办事的迄个叫做啊规啊，这个规程啦吼，这个啊甲这个啊行动的准则啦，吼、哦、较大的咱就讲规章，啊若较细，咱就讲办法啊是细节，会使安尼讲，啊咱遮就讲。哦，伊个工作个制度啦，财务个制度啦，啊，休困啦，工作休困个制度啦，啊，个是啊，教学个制度，哦，即类似，互即个啊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过来制度有啥物目的？啊，制度个目的啦，就是上重要啦，就是。和这个团体，或是这个单位，所有的成员来共同遵守啊，这个办事的这个啊规定，啊加行动的准则。啊，主要是要啥？定出来这要啥？要达到这个完成这个任务啊，加这个目标啊，啊这个保证。好、哦，啊这。即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安尼，啊，咱即马过来，咱制度的本质，那么制度来执行咱的保障啦，啊，制度主要是讲予经济啊来保证即个执行啊甲啊实施，那么也。这个也，那这个制度那是一个约束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啊来达成，吼、哦、这个制度啊执行的力的保障，啊，甲讲制度交易协调甲保障的机制啊，就是咱以这个交易中间呐、啊，啊主体啊，会做间的一个。利益的分配和教育费用的分摊，咱这讲到这个，咱消基会，伊讲咱得一个制度，讲消基会有啊消保官。啊，足奇怪咧！即马逐项拢起价，啊，咱也有一个物价平稳的一个委员会，啊，遮个拢走去代去，啊，奈无来甲阮讲一下？咱大家想看卖咧，有哦，有定这个制度哦，有啊，制度拢定了真好啊，啊，马先生、马区长一个画一个尔。这些单位车拢无声去啦，啊那啊边啊咧执政，这些单位好讲哇，这个规定是安怎，这个规定是安怎，这一定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。所以讲，这予大家做探讨，所以真济代志啊，啊拢啊。所定的啊，这个制度甲这个细节啊，
有足大的关联伫咧啦。啊，咱即摆过来讲，那咱甲国家看到一个企业，国家的体制，应讲用企业的经营的方法来做，应该大家有赞成无？实际上，咱民政府要后摆啊要做的，那是把国家看作一个企业来经营。咱的迄个权力法案，咱的做台湾啊民政府公民权力法案，咱迄个预算的制度，都有考虑到讲，咱的预算拢爱根据这个啊，咱的预本比来算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企业的精神嘛。咱现在有啊无？现在的咱的政府机关无考虑到这些，伊干了考虑到啥？考虑到讲，这个工程发包了后，看会阁使追加无啦？吼、哦，追加预算无啦？啊！因干咱想讲看有好康的骨头肉无？啊，这就是咱啊，即摆来咱来讲到内部啊管制的制度啊，哦，这个内部管制的制度，咱爱看啥？爱看这个会计的业务甲记录、会计报表啊可靠性啊，啊来直接的影响内部的控制。所以我讲到这，实际上数字会讲话啦，数字会讲话，足济的代志啦，拢是为会计这方面才来发生。咱简单一个讲，迄个梦想家，两枚开偌济？2,300,000。啊，这个有代志无？所以讲，足悲哀啦，这足悲哀。发生代志啊，走去中国去，伊讲算到。才要回来啦，选去了后才要回来。伊讲我马先生马区长包掉的啊，所以伊才讲伫中国讲选了后我才回来。回来到即马有代志无？啊，咱大家听了有物质无？所以讲大家同心，足感谢大家今仔日。休困的时阵，大家来参加，家己拍鼓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足感谢大家吼，真正为台湾大家咧拍拼。后来，咱过来讲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啊，吼，啊，这就是讲要讲啊，这个内部控制的制度啦，这就是讲。尤其是管财务的啊，袂使一个人啦，讲较简单嘞。绩效的出纳一定爱分开，一定最少爱两个，明天阁一个主管，袂使我出纳阁兼绩效，是讲收钱的吼，啊甲。会计吼，一定爱分开啦。会计是做销，啊，收钱的分量啊，收钱的，吼，安尼叫一个控制啦，
吼，卖讲拢共一个人，因为咱确定啊，有足济迄个实例啦，予大家了解讲，实际上咱流亡政府讲有啊，因有制度啊，哦，因做了足好啦，你去看一寡制度啊。尤其是最近啊，咱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单位啊，出席各单位拢有啦，所以诶，提寡实例予大家吼，咱搁确定再来看。即卖来再来讲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原则啊，吼啊，这就是要予大家了解讲。恁下摆若当个国酒，啊，恁若有参加即个酒的啊内计，啊下摆要设一个制度，啊，咱会去了解啊，即个制度啦，诶，设计原则啊，爱考虑的一寡的原则啦，吼，啊，即予大家做参考啦。哦，咱第一个就是爱合法性的原则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爱有法源啦。咱要依照什么法来？好、哦，咱即马讲依照咱的啊，台湾民政府啊，权利人民权啊，那迄个叫做权利法案来设定这个啊合法性的原则，咱会使安尼讲。哦，这就是爱有法，吼、哦、啊！当然，咱会使慢慢啊，跟定啊，跟修改啊来做。啊，这但是爱有全面性的原则，吼、哦，这爱啊个重要性的原则。啊，什么叫做啊？重要性啊，有的定的法啊，有的讲这个法所定类，我去到去抵触到其他的法律啊，这要实施就困难啊。我有真侪这个问题，所以要定这拢爱有普遍啊，叫各单位啊来参加啊来修订。所以这个啊，甲有效力的性的原则，啊，甲这就是啥？这制衡就是吼，制衡啦，就是讲大家互相牵制的咧，吼，袂使讲啊，某一个单位伊要安尼做就要安尼做，袂使你有牵涉到其他单位来甲你啊做一个啊控制啊做一个。内部的监督，哦，爱有这个情形，啊，过来合理性啦，吼、哦，啊加啊适应性吼，啊加尤其是成本效益的原则，啊，这项啦，我伫研究所啊，拢咧上这个课，我咧上啥？我咧上管理会计，哦。啊，我上管理会计啊，迄、那个叫做 EMBA 啊，啊加 MBA 啊，我上伊所谓讲啊，迄、那个就是管理行业内底啊，有一般大学毕业出来啊，了后过来考研究所，留咧做管理研究所所读的。管理会计，啊，甲 EMBA 就是讲高阶啊，高阶层的人，社会人士，哦，已经做甲啊处长啊，啊是做甲啊经理啊，过来读叫做 EMBA 啦，都社会高阶的迄个管理吼、哦、来读的，诶，管理会计。啊，这两方面我咧教法就无同款啊，
我若社会人士，我指定一个题目写出来，恁大家出来讲，讲讲的讨论，啊，大家上课都爱带啊手提电脑来，拢上网去。咱即马咧讲啥，恁拢上网去，啊，一个一个点来讲，讲讲的。才讨论来做一个结论。啊，上重要、上重要，那要甲大家讲这个，因为管理会计足重要，就是啥？成本效益。成本偌济？啊，伊会使赚偌济？这个成本内底啦，甲切开啊，甲切开，一般较无了解，有固定成本，有变动成本，啊，有的是半变动的成本，这拢爱去了解。啊，咱即马要做决策的时啊，再来分析，到底。咱这个价钱要哪定？我若去买物件啦，我拢甲这间工厂先讲，讲我甲你买物件，甲你所卖的地区无冲突。我是要甲你买物件，就是你的变动成本加。变动成本加你的正常的利润，正常的利润爱互赚啊，但是我无要甲你负担固定成本啊。安尼大家唔知听有无？成本啊，加是甲破到两边啊，一个固定的，固定的是啥物？今讲薪水啦，咱开门爱开销遐个啦。遐把它讲做固定的啦，吼、哦！我开门，我都爱付偌济啊，迄个嘛固定的。啊，我要去甲买，讲你开销的啊，你即马在做生意，你都爱家己，你以前即马在做，我即马是新的，要来甲你买。啊，我的地区甲你无冲突，吼、哦！你啊在销，那讲你是干哪销？北部这个地区，我是要来甲你卖来屏东，所以屏东你也未卖去，啊，我来甲你卖，所以讲你的介绍未使照什么，未使照台北的介绍价，因为你台北的介绍你都即马咧卖啊嘛，你固定成本已经换咧谈这个台北的这个费用啊嘛。吼、哦，你的开销的固定的费用啊嘛，所以讲我甲你买是甲你买啥？你的利润我无要甲你减啊，你的变动成本加这个利润，我负债钱甲你买。这就是一般我的讲法，就是讲你若要迄个拓展屏东的市场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。这就是叫做我咧讲伞兵啦、伞兵啦，迄个降落伞吼，伞兵吼、伞兵啊，都伫飞机顶啊，都叫跳来跳。迄就是讲，你这间工厂的产品啊，先跳落去屏东，互屏东这些消费者会接受，安尼你就成功啊嘛。你这个市场先占，安尼，这话算你以后的收入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，这就是讲，咱要采购会使安尼跟人谈，这叫做啊变动成本加正式的啊，迄、那个叫做正常的利润呐、啊，这就是售价售价啦，卖出的价钱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好。啊，这但是要讲到啥？
成本效益的原则嘛。你要安怎做决策？因为管理会计啦，是咧判断你要安怎做。有诶讲啊，这个包死诶，这间工厂包死诶，安尼介绍报甲翕相。有诶无一定啊，这个工厂那愈做愈大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有诶大家会了解无？说不定大家往后去发现到这个，这间大家拢去啊排队。那敢讲咧买啥？买包啊，吼、哦，还是买凊彩讲一个伊家己咧做诶物件特色。大家有诶，拢去啊咧排队咧买，咱都爱去分析啊，哪会发生这个代志？一般因隔壁搁两三间，哎啊无人排队啊，啊迄间拢咧排队咧买啊。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品质袂歹，介绍也袂歹，大家唔才会，啊无就服务也袂歹，是不是安尼？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啊，主要成本甲效益，这个观念大家爱有。咱政府的机关的公务人员，然后这个观念应该有当有诶物件拢免起价啦。啥物电脑要起价，石油要起价，水要起价，所有诶拢起价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都公务人员无咧甲你算这个物件啦，啊，这就是足害的哈。啊，内部控制的方法啦，有遮侪种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咱起码讲看倒一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用倒一种，啊，这我都袂阁说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让大家了解就好。啊，内部啊控制制度执行的啊设施啊，咱这就是讲，这个制度的啊管理人员的选用啊，这也足重要的，吼、哦。这就是啥？一般来讲啊，拢爱有啥物训练。咱后摆啊，咱要派出去的人员。那是要经过训练过才派出去。哦，啊，我拄啊看到咱副主席来，副主席足强调的，讲咱一定要建立制度起来，各部门会做制度来建立起来。哦，咱最近宣传车也好啊，啊，广告啊，这个宣传，这个啊。各州啊，我爱建立这个宣传部也好，宣传一个组织也好，因爱做什么，这拢是咱所讲的要讲的，这就是我制度的建立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甲拍手一下，咱啊副主席的阿妹，哦，足感谢伊咧吼，伊甲提出说，逐项拢爱制度，伊讲。咱行政来建立一个制度起来，啊，会计那是爱建立一个制度起来，啊，过来啊，人事的部门那爱慢慢啊来建立这个制度，啊，实际上咱我慢慢啊会安尼去做，啊，过来咱来看，即马我较本行是这方面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卖要讲其他的制度，也太去建立。我即卖要来提会计制度内底发生的一些案件的实在的情形，甲大家来探讨。吼、哦！啊，主要一个
制度啊，就是理想甲标准啦。啊，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啦。好，啊，那会计方面啊，就是主要要来讲财务报道的这个目标，啊是挪用吼，这个是哪用的这个侵占这个资产啦，加现金的问题啦，吼啊。咱即马提这个例子来讲，这大家拢知啊，六三三的例子，伊这就是违背啥？讲较简单的，违背会计处理的方式的，这应该无可能发生的嘛？伊一个厝。啊！你甲签讲，伊领薪水偌济，伊互出入去付都好啊。哪会爱一个处长钱领嘞，才伊来去付啦？绝对违背了这个会计制度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情形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这个的例子，予大家做参考。吼、哦，时间的关系，咱过来搁看几下。啊啊。制度啊，这就是美国的做迄、那个做国务院、甲部长、甲检察官啦，伊都无承认咱流亡政府的主权的国家。因讲因是有外交豁免权啦，啊，讲有影，啊，就甲扣去啊。啊，这大家知影无？敢知影这件代志？知吼？啊，这。去讲互听，大家就真清楚啊！吼，啊，这是主要，这就是咱林秘书长甲何瑞元的联合论述去告美国的法院有这个判决，吼，啊，让大家知影。吼，啊，这咱卖阁讲啊，即马这那是一个秘书有法度去蒙到钱。啊，这就是啥？会计制度无健全嘛？那啊，一个秘书啊，代表啊，林百里啊，一签名就会使摕到钱，啊，佫毋是几块银啊尔？吼、哦，这就是会计制度的建立拢失败的。吼、哦，咱会了解，吼、哦，从这个例子。啊，这那是有问题。当然，遐大个公司，应该伊个内部控制应该做了足好嘞。实际上，因为我去予洗钱个单位啊，去查到啊，讲奇怪啊，啊，因个职员内底啊，啊哪会？有外国的过诶，迄个来采港的，爱钱又搁留入来，因的职员查到了后，才发现讲，哇，这那是你看，这就是啊，查出来讲，因这就是有这个资金嘛，有这个异常吼、哦、往来啦，异常，啊，这是。查到了啊，才知影讲台塑的内部控制、内部控制呐做了无好，这拢爱去检讨吼。啊，实际上应该台塑应该会使了解讲，伊遐大个公司应该内部政啊制度那是，这就是啥？论调啊，足重要，足重要，两个。因翁甲因某伫同一个单位啦，啊，甲轮调的制度啦，所以讲咱后摆啊，民政府咧执政的时，这个轮调的制度我一定爱有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啊，互我互大家啊了解一下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最近啦、啊。今日的报纸，大家今日
自由时报的报纸，讲个人侵占公款，教育部干阿讨转来三万几块，啊，拢总亏空多少？2600万。啊，有处罚无？因遐个官员拢高高在上，拢无叮当，即敢安尼敢着？啊，咱也无啥知影。啊，议员、国会议员无咧吵，啊，甲你即报纸才定一死啊尔，啊，我拄啊去寻着，啊，提出来互大家参考。好，啊，搁一项。搁一项，这就是大说讲，袂使为特定的业者来消化啦。伊这就是啥？应该讲是寡占，应来讲要讲较歹听，讲独占。中油甲大说，你伊讲要卖咱台湾市场，啊！伊台湾拢予中油去卖，那袂紧啊！伊来做外销，污染伫咱台湾，啊！伊钱赚伫那地下底，安尼敢对？安尼难唔对？吼！啊！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看我提这个一寡只个例啊，啊来甲大家做探讨。啊！感谢大家啊！多谢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请起立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